这下面有船，在这里就非常像了。我人可以拍视频啊。老师能不能上来啊？因为个子太矮，以至于上不去。这样就比较像了，你看，面朝我们拿个鱼叉，就比较像圆滑。再配一首好听的音乐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那这个我觉得可以下号了，以核爆一下也行。来吧，咱们多人核爆，我拿消，你们随便拿。一会儿打个启动术，我先叠个大招能量。哎，你也叫圆滑呀？看我武器帅不帅？这可是非常稀有的鱼货啊，还是星链五级的，你有吗？你看他没有，他非常羡慕我的鱼货。安能辨我是雄雌？咦，他好帅啊，他居然还戴面具啊！走走，打核爆去。打一个伤害能不能破2万？一跳有点悬，但是可以浅试一下核爆。好吧，这个段位只能叫摔炮。这个号者是不是百烂玩家？为什么那边有宝箱呢？无能，来个大招看一跳能不能一会儿再吃个药差不多可以了。这个加暴击的最高高，对不对？不用。哎，帅的。特别是普通动作最后一段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，如果把那个坎蒂斯的那个动作也给他就好了，鱼叉往前一戳，那真正的圆滑。 OK， 我有大招了，你看我太大都打不过一个丘丘人。你玩什么号主？你在玩啥啊？你这好，真的是对小宝得开大招才能勉强拿下呀。这个宝箱要不要？算了，打不过快跑。干嘛打不过呀？你真的打不过去这人，你看戳一下再戳一下，命运还有一大。我操，奶奶的，我那个大招好不容易充满的。退出在哪儿打核爆呢？打个启动术爆完术都比较菜，打这个吧，启动术。好吃的启动术，他雷神养起来就玩了。他雷神也没养啊，不用点赞了各位兄弟们，爱死你们了。差不多可以了。哎呀，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。神子是 C 还是辅助？那必然是 C 啊，当然你想用他打辅助也行。准备好了吗？上吧。无能。不知道砂糖的意义在哪？砂糖的话好像不能增伤啊，它只能聚怪。莫娜，他应该没有弯烟之类的。风元素应好染啊。无聊，悲鸣吧。悲鸣吧。命定于此。哟，一跳，一万，无能，再一跳，一万，再一跳，一万二，再一跳。我再跳，我无能，真的好无能啊！不错，这个伤害连个启动术都打不过。戳死你！戳死你！戳死！有本事戳我来！这一天偷来了呀！好，快跑，快跑！这可是启动术，不是他这个小魔镜能对付得了的。快去请大佬，快去叫如来佛祖。不错，你能坚持玩到现在，他一次没暴击。不行，一会儿吃个药，刚刚没吃药不算。一会儿吃个药啊。行，最高高有了，风伤药没有，不需要风伤药，只要最高高就可以了，直接使用。2万就满足了，5万是不可能的，5万真的很难，不可能。打无相铁概率也不大。这里，哎，我没大招啊！哦，有大招，两期了。命定于此。禁妖魔悲鸣吧，禁妖魔舞，我戳。扩散态。29000，再来。无能。3万，我操！这里可以了，今天给他破个5万。24000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不用。不错，但还是打不过解冻术。无聊。我真的是啊，能上5万，我有概率。有可能。
屠用，还有谁能登山啊？威名吧，这里无能，有大家的这里有概率，大无相铁有小概率能上五万，这里能完成他的梦想，收起来吧，无能。首先看了这个鱼叉我就来气，但是换吧，我居然能到如此闲散的地步，可以，但是你白纸就更低了，普攻伤害提高24，他这个效果大招能不能吃到呀？武器的话你自己刻个大月卡，还是我给你刻，或者给你一个抽奖的机会吧，好不好？如果抽到了鸡，我就给你送一张月卡，大月卡哦。小月抽到胸，那你就没有了，啥都没有，好不好？这雷神是来干嘛的？他也求签，求姻缘签，让你瞧瞧。我操，大吉，可恶！吉就吉，他还给你整个大吉，吉对吧？大月卡、小月卡不知道他有没有充啊？看一下，应该开了吧？我猜的，我不知道。哎，哦，有八天，还有八天。哎，我们开这个便宜点，这个省钱，这个才六，这个六十八，那个128，都可以买一个船上皮肤了。本来就没啥小月亮，那你的话，你再努力干一下，这是要啥你自己看。白银枪可以用，这样暴击率有了，就是把既定的命运准确的展示出来。这是有吃药的成分。不用，我给他好言商量一下。八路山满命四宗士，让你来吧，散兵星。好，剑就那个欧皇哥，要不要先让他来一下，好不好？他满命八路山，咱们打个合抱。算了，不升级了，就这个面板。切，我还不信了，六十级就六十级，怕他作甚？先把这个给他拿了，上不去怎么办？开打着跳呀。啊，好像不用开打着，直接爬上去。开打着有点浪费。啊，死吧你！哟，哎，卡了，这是卡 bug 了呀，下来了。先拿个宝箱，两个原石，47级，品质尚可啊，直接跳上去，开大招应该可以跳上去，他跳大招高度还是挺高的。哎，看，哇，真的是猛，巨猛，非常猛，虽然长得矮，但是人家跳得高呀，业障缠身，他大招期间是全程戴面具的，很帅。OK， 看一下有没有能提升的东西。收起来吧。天赋的话，普攻建议再升一级，但是应该升不了的，没有材料了。没有材料的话，天赋不行，圣遗物能不能改一下？四件套，应该没有了。这样的话，看一下面板吧，1400，48，157，吃个心跳墙，雷风伤精油就可以了。只能做一个。就不会痛。就看我的手法了，应该是完美，非常考验手速。荒野上的孤魂，休想伤我分毫。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心跳墙啊，加10的暴击率啊，气死我了！小小心跳墙而已，我再去给他搞点材料。他已经偷渡过去了，我们也要偷渡过去。哎。人呢？只有我自己来了。我操！他没发现我。先吃药，快快快！抓紧时间，先吃个药，应该不会被打死。狂风精油浓缩。人呢？四个人的无相铁很肉的，没关系，只要把他打残就行了。冒险！莫娜，你大招最后放呀，应该是班尼特，然后就是法洛山，但是班尼特不要死，住手！还我班尼特！坏运气啊！我的宝，你死的好惨，就死在这个位置。完了，我们要不要缓一缓，等班尼特过来？不用。OK， 我大招好了，就差班尼特了。
帅了，之前的话这个号是 I 级的痛苦号，后来经过我四个半小时的改造终于进化成了 S 级痛苦号，但是我也挺冤的呀，我是认真的努力跟他在搞，没想到突破一下连升两个事业等级都没法玩了，根本打不过秋秋人，独眼小宝啥都打不过，将近五个小时本来想把他痛苦号给他改造下拿下草神，没想到从 I 级直接进化 S 级痛苦号，更痛苦了，不过还请大家放心，今天下午我会加班给他搞一下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卡太多经验，来近距离欣赏一下这位痛苦号是怎样形成的。降临，拿下，注意事业等级，升到了，应该升到四级了吧？事业等级四十级 ，nice， 四十级可以刷金升，可以脚刷一下圣遗物了，因为四十级是概率出金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事业等级五级了，他之前是三级好像，哎，哦，连升两个事业等级，六十级吧，最多六十级，四十级直接蹦到六十级，实力肯定提升了好几个档次，七十级，我操，他之前四十级都打得费劲，这能这七十级这要了他的命了呀，笑死我了。滚来！大招没有好，没关系，审判他挂兵了，审判蒸发吧。有，这下人世界等于这没法玩。哦，真的是，这怎么玩？这还让人怎么玩？独眼小宝他都不掉血的好吧？贪杯的下场，只是成景，蒸发吧，审判吧。大招，大招在此宣判。哎呀，走，好了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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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小独眼小宝，你以为我怕了你？小走位躲一下，嘿嘿。哎呀，他又放炮弹了，赶紧走。小走位躲一下。爬起来，爬起来。这弱点呀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测试一下。我操，真的打不过，该行动了，我没有想到居然真的打不过，羽线难化，踢一脚，还有流红，古华生意，审判，打过能打过，这不打得过吗？而且还没吃药，白扯，这不打脸吗？啪啪打脸，根本打不过好吧？这号主，号主很开心，咱就是说你让号主怎么打？嗯，他刚好突破到了四十一级，四十一级连升两个事业等级，老粉都知道的。原神也没多少呀，哦有，但是不是很多。笨狼岭往深处走，行随神志。哎呀，别死了，死了太丢人了。我啊，被青绿人追着跑，我真的是头一次见。是不是觉得别人不发火你就当别人是傻子呀？啊，拿下，还真的打不过去这人啊，能打过但是太刮痧了，这还是副 Z， 主 Z 应该会好很多，这其实是掉血嘛，
掉血掉血。哎，钟离你来干嘛？你打好了吗？我说伤害怎么这么高了？钟离你来干嘛？你打完了吗？我这还没开始搜集材料呢。这个账号是我遇到最痛苦的账号，没有之一。我玩这么多号，这个绝对是最痛苦的。想想帮他弄号的时候，那是我的至暗时刻啊。OK， 然后给他配对吧，需要配两队，先配对，配完队之后再给他搞一下。首先他两个雷系的，主 C 的话，克勤、雷泽、赛诺，这三个雷怎么都是雷系的主 C 哈、啊？暴击30，暴伤110。克勤5%暴击，又是一个头疼号。班尼特，班尼冒险团，武器带了一把原木刀，20级，剩一物。你这个号我不想弄，太麻烦了，浪费时间。天真赤揍。太差劲了，我的天哪！看来你是粉丝的份上，我帮你了。这个是真的很难帮到你。你这个号实在是太痛苦了。第一个主的应该是他，后来又抽到了克勤，后来又抽到了他，全是雷系的。这有点难搞啊，全是雷系的，遇到雷史莱姆那不就很痛苦？经验书一个都没有。什么时候？想要打芭芭拉体系还是不行的。一个大熊号，两个客户，三个客户，运势会左右某一场对决的胜负，但不会一直影响下去。这个石头也没有了，这个号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他把所有的资源都去培养赛诺了，而且都是那，你剩一物，真是剩一物啊！垃圾号不玩了，操！让我帮你商号弄东西，不给我准备东西就算了，一个圣级经验的书。哪怕最低级的都没有，剩一窝一个都不给我准备，你是有多爱他呀？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他，你看看你这都啥剩一窝，你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一个都没有，这剩一窝，不要升到20级，升到16级就行了，没必要。你看所有的资源都给赛诺了，那班尼特吃啥？还，然后行秋呢？还给他带来一个防御的，最终都会被称量。是。香菱呢？算了，你别玩了，这好。他剩一物一队都不齐啊，他一队都凑不齐。现在，克勤应该有个毛线有。你在干嘛？你号是被融了吗？不应该呀、啊，你这啥都没有，剩一物打雷草打个毛线呀、啊？三，我不玩了。多爱他呀，这剩一物一个都没有。哎，后面就不用看了，你全给他卸下来，克勤都没有，雷泽都没有。啊啊！帮帮别人吧，运势会左右某一场对决的胜负。小月亮总有吧，但不会一直影响下去。有，但是不多。真的是让剑九叹了气了又叹气。你号没有被融过，是你自己融的。给他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三诺可以一个人可以无敌了？你有没有想过你遇到雷史莱姆你该怎么办？这声音我也太垃圾了。如果你要是三诺主词条，不是你没有浓缩树枝啊，没有的话，你三诺。如果圣物主词条歪了，我会更崩溃的。应该没有歪，你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。花就一个，羽毛不错，四个。善与恶，最终都会被称量。这个属于歪了，充能，也不算特别歪。攻击，还好，不至于崩溃。你这个还不是雷伤杯。唉，我见过粉丝圣物满了，见过粉丝只有一朵花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爱他？你这么爱他，他自己知道吗？大家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不要笑啊。武器的话咋样？他直接面板拉到了2200，武器的话给他拉到了80级，金武。真的是一个真爱党啊！
第五层为什么打不过去？你都多少级了？自己为啥打不过第五层？你这多少原石啊？你亏了多少？300，又300，然后一关是300的话，3、4、12，1200原石就这样没了。哎，你打不过去，你觉得我能打得过去吗 ？OK， 满星，离开。我不想玩了，这个号你这，哎，还好摩拉有。3次机会，1次都没打。第二个花，你终于有胜利，哇，不容易啊！还出了一个北风之环，他还没有浓缩树枝，防御可以给云锦、女仆，1分钱都不收。然后没有帮到你，那也不能怪我呀，我也很忙的，理解一下好不好？没有出武器原配，给他开个技型。无所谓了，直接领取了，一共也就领取一点资源，把这任务做做，看看能不能多领一点，还是太少了。要不要培养芭芭拉？什么时候能像姐姐一样高呢？羊，这太难受了呀！打黑眼套装刷，升望2级可以打讨伐接取。一点一点来，管理员，这个号还是这还是管理员挑的，想能不能挑一个不这么痛苦的号呀？没想到这个号居然会这么难，比我想象的要难一些。讨伐成功，就是找东西太麻烦了，其他的还好。离月声望，还差20点，最后20点，随便接一个任务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我咋能来黑粉，我都没干啥，感觉被融了，但是没有。为什么合成可以合成？打黑暗套装，4个树枝全用了，给你拉满。这我一直，我真的服了，这什么极品圣遗物呀？双爆直接锁，果然我的运气来了。防御的也可以用，防御的你可以给云锦，云锦就用它来辅助好了。不会刷不出来黑眼套装吧？我人品不差的。羽毛暴击冲，水伤杯刚好给那个领袖走了，不错。风之神还是庇佑我们的。生命暴击伤害充能，羽毛没人啊，这东西给他防御不太好吧。小攻击也行，头的话带这个，就是带这个吧，不搞了。OK， 你已经毕业了。雷泽不用也罢。武器的话，需要苍白之火，培养成本太高了。随便，双火额外提高攻击力，然后再来个他，巨怪的有没有？巨怪风主。公主算了，别聚怪了，把自己给聚死了。再看下半了，下半的话芭芭拉肯定要有的。芭芭拉先把芭芭拉给他养一下，怎么样，这个配对没有毛病吗？当然还是有一点伤害的了。满星直接下一金，谁说这号痛苦的，一点都不痛苦。只要他武器没融，这号就能玩，哪怕没有圣衣我又怎样？满星，好了，交给你了。哎，死了，满星，第6层。
走起。第六层看一下阵容，无处可拿下。满清，我不知道给他攒了多少原石，300原石肯定有了。第六层第二间，剑出，拿下。努力没有白费，又100原石。居然出了触发了一个暴击，他暴击力很低的。满星，第七层，多打到第七层就打到第七层，怎样？第七层的话就不好打了，第七层需要选破盾的角色。上吧，锅巴。等锅巴破完盾我们再上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上。彩雨流红。拿下！最讨厌他这个后撤步了，恶心人！一万，热乎热乎嘛！血影如剑，剑出，影随，准备好了吗？我给打了秒了，几颗星？两颗星。啊！差他妈两秒钟，我真的服了，就差两秒钟，唉，伤害还是略微有些低了。两星通过，第八层，上面有盾有奶，下面有奶有伤害，不好打。这个最好来个射手，因为来个弓箭手角色会更好一点。因为要把那个独眼小宝给他打僵直了，有这个可以也不用，可以硬上，就用他吧，他有个盾，其他的话没啥能用的角色了。去吧，拿下满星，又是100原石，我这一剑好疼啊！啊，克莱直接被秒。下半部不太好打，大招，赶紧跑，跑我跑！顺便，我完了，已经到极限了，我不甘心啊！这是巧合，去吧！一颗星有没有？一颗星，最后一间，只有两个角色。加油，满星满星！啊！哎呀，我的手累死了。接下来是第九层，第九层就算了，第九层不打。强啊强，谢谢。多少原石？这多少？200、300、200、200。这两个星星没给你补齐，后面你。等你强大了，你再慢慢等你圣域补齐了就可以补齐了。这个第二间呢比较可惜，第二间下半没打过这个一级守卫，不然的话也满星了。能不能破1000原石？1200原石，我给你挣了1000，差不多有1000了。任务结束，拜拜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一命。好，猜错了，没错，没事，天赋采纳的也是1-6-3啊，不能生气，忍住，1-6-3怎么了？六有理解的 ，CPU 都烧坏了，不超过2000，等一下，看不起谁呢？他可是带的魔女四件套啊，猜伤害，赌一手，他这个队伍为什么要加一只瑶瑶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瑶瑶可以奶，你看，可以回血。只有像我这种资深级别的大佬主播才会懂这位粉丝的，能看懂他的装备这些理解。26000的生命值，然后攻击是9。球球病了，900。精通还可以，暴击率略微有点低，爆伤是可以的，毕业了。火伤15，圣遗物采纳的是魔女四件套。攻击杯
爆伤头以及生命杀还行，但是可以再给他搞好一点，1-6-3的一个天赋。拿命暴击，哼！早起。10,000-11,000怎么样？谁说最多2000？看不起谁呢？怎么样？强不强？这个10,000我都觉得伤害有点高了。这伤害怎么有这么高啊？居然能有10,000伤害，太强了！哎，怎么不暴击了？离虎燎原，伤害还是可以的，一戳有10,000。这一瞬间我就感觉无从下手啊，这怎么搞？首先他想给他配两个队伍，第一个是我们的胡桃桃配行秋，莱伊拉不能给胡桃，莱伊拉是散兵的，散兵很强的，对于萌新也比较友好，而且他这个世界刚好你探索地图啊跑图又快，散兵是一定要养的，散兵一定要加上这个莱伊拉。莱伊拉呢这个队伍就是已经是 T0 级别的配对了，但是咱先又不打深渊，对不对？芭芭拉的话意义不大，请交给我就好。双水其实没有必要，还是要一个盾的，其实可以来个砂糖，但容易被打死。脑袋空，芭芭拉换砂糖出去放松实验。芭芭拉换砂糖这个伤害不比那个双水低的，因为我经常试过的。我建议这个萌新优先养散兵，因为胡桃本来咱就是灵命，而且养的体力的话也戳不了几下吧。体力上限200还行，因为对萌新不友好呀，不是不能玩啊，能玩肯定是能玩的，但是打架他不爽，没有散兵得劲儿，懂吧？如果有抽到散兵的玩家就知道，那个无论是找神童还是找宝箱之类的还可以飞，非常舒服。但是胡桃也会，我也会给他养的。首先武器采纳的是侠里灭尘，不错，精灵一级70级，基本上属于也不能说毕业吧，毕竟才70级，大毕小毕业吧。圣遗物带的是魔女四件套，虽然带的都带错了，你是刷过吧？之前防御生命攻击舍弃大刀，因为那个这个等级你去刷这个魔女太亏了，我建议给他刷那个追忆四件套。行秋也需要养的，行秋散兵，散兵带四追忆，好不好？好的话我可以给他开始搞一下。建议萌新优先养散兵，我接受你的建议，号主应该也接受。哎，等等，不对劲，他怎么不能合成浓缩树枝啊？武器只要随便带一把爆伤武器就行了。离月声望即便没够，但也差不多了，我感觉最多做。你啊，哎呀，你干嘛？好，领这个材料。合成浓缩树枝，再给他刷圣遗物啊！优先养散兵，再养胡桃。对于萌新来讲，本来就没有啥操作，对不对？领取奖励，先合成一个，只要不让他溢出就行了，溢出就是亏的。45级冒险等级4级，为什么只有4级啊？还原，还降低职业等级，还原一下不行吗？他不降低应该打不过。角色一共就这么多，然后我给他配了两个队伍。风吹过来了，你做了什么？突破加高贵的暴击率啊，爽！养他不亏的，胡桃肯定要加普攻，他养的不对啊，一会儿再给他改正一下。不是这个还要去给他找材料，我怎么不可能给他找这个什么树王圣体菇吧？嘿嘿，能买咱绝对不找，5个直接到手，圣体菇。这就找到了9个了吧，快不快？看给了4个。4个这树上的话就可以直接全部领取了。好多。这一下就找齐了呀。15个确实不多。但凡20-30个你去找代干吧。好了，差不多够了吧。3宝。
哎，刚好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至于这个东西你可以，哼，能换我绝对不打，拉满。不是，你这个还没换呢，那原石攒了这么多，没事，这个我真的不想给他打，给他抽卡换吧，后面应该是可以换那个粉球的。先养到60级，勉强能打过事业的怪就不错了，但是他没有那个蓝球了，好烦，怎么办？你等级不提上去，你圣物再好也是伤害，没啥伤害的。风伤杯攻击杀，无论出的啥咱们就刷追忆刷绝缘就行了。队伍也给他配好了，只是角色都没有养，好可惜。砂糖来一拉，建议玩这个队伍呀。这个队伍怎么来个砂糖啊？谁配的呀？会不会玩游戏？班，这真的在叫我吗？班尼特就班尼特啊，你真的是班尼特都不舍得给他升一级。楼阁石化，但是那个东西太黑了。我觉得它并不好啊，有没有材料啊？没有，今天能不能打？不能打，哈哈哈哈。天赋参考，他是不是给你天赋参考啊？这米哈游他害人啊，兄弟们！确实，怎么能乱给人家推荐呢？斗子哥头上有角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兄弟们，这胡桃直接大换血一波，哇哇，哎呀，双爆大生命，哎呀，这不会耗着他转麻了呀？双爆大生命，精通大生命，爆伤42个，一口气先升到16级，试试水，万一双倍呢，对不对？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不会用太多小月亮，给他留30个够了。生命头，哎呀哎呀，我知道电脑为啥坏掉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号主，双爆大生命的花，双爆大生命的火伤杯，太欧了。兄弟们，以后各位老板可以找我刷圣遗物，包出货，就我这运气，你看，二倍强化没给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，精通双帽，精通是精通，但没有双帽。浓缩树枝冲能杀拿下，这个就一般了。羽毛没有用的东西，也有一定的生存能力，而且挂水更方便，不错呀。两个头，来个暴击头吧，我真没开挂，兄弟们。这个无所谓了，生命头来了，双帽的羽毛，一个爆伤能用，顶级的队友治疗头，哎呀，我真的我开挂了吧，赶紧关了，万一被举报就完蛋了，兄弟们。双帽大攻击怎么说，16级，哎，16级不了无所谓，这就有点尴尬，下个大的没有，强化。我说话刻薄吗？注意看词条。只是实话实说吧。哎呀，米哈游，做个人吧。满意了，这下你们满意了？哼，不看了，看啥？可恶！先看沙漏，生命沙怎么样？说啥来啥，先锁一手，其他就很一般了。20级，最后给了，反正雨露均沾。看一下面板，暴击47.8啊，暴击是不是你？漂亮，9.3，赌对了，至少得有20多分，25分左右。感谢兄弟送的啤酒，赌你爆伤暴击率807分。心累啊，这个没法，这个满了，这个也满了，赌这个，就赌这个2.7，51暴击率了，也太可笑了，已经很高了，8级，爆伤一次，哎，19.6，
19.4 有机会，这有机会上个小极品，40条万一次可以接受，5倍强化，好吧，837分，拉满吧，精通，能用，这个词条对于胡桃来讲都是有效词条，这个也是的，全有效词条。现在已经确定好4件套了，最后一件是用啥呢？暴击率目前是个谜，用这个吧，节省点资源。暴击率，面板展示一下1001的攻击，生命值也是将近30000。精通221，合格的精通，暴击率51，暴伤128。大球球病了，哎，球球强，火伤46。球球才呀，别了。这暴击率51，比之前肯定强好多了吧？要不天赋升一下？天赋能不能再升一下？升不了。把普攻点到和你一技能一样的长度，或者比它高都行。不要不点，不点怎么会有伤害呀？哦，19000提升了将近10000的伤害，并不是7000。但如果你要是配好对的话，还可以更高。血量太高了，没有半血以下。我要扛点伤害，让他打我2下。就吃了个讨论，基本上还不如双水呢。起，乱，寒星。18000，刚刚还19000呢，这伤害更低了，不如双水。